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Phoenix， 为了来卧龙的游戏开荒视频。咱们上期呢是好像解锁了游戏这边第五节的主线剧情，不过呢是同时又解锁了好多的支线，可以看是数目很多。我觉得就从上到下就直接按照顺序打好了。这边是什么红晶？一緒に踊ってくれた子が逃げそびれたらしいの。早く見つけてあげないと。这是哪儿？我特别不，我特别不爽的就是这个游戏很多情况下它好像是 AI 就是这么设计的，你瞄一个人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会攻击你发大，然后你瞄那个人他是优先防御。刚才我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刚才我直接是相当于是给了那个。相当于是给了致命一击之后，相当于是可以解锁之后，但是我想打，但是那个目标不对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我也是不爽，没事了，瞎使那个东西。啊！这个刀是……哦，就等于是二三是很快，如果跑的攻击是一，然后马上就是这个快的。其实这个刀的跑动攻击很好，还有其他武器吗？其实现在就可以试试，比如说这个东西。这个就一般。这样差好多。这肯定不是死这个上面了。我数。
只能说这攻击力太低了，不过倒是就是相当于是只一开始不太习惯吧，现在的这个长柄武器的 Moveset 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说并没有觉得特别难使。不过这些，这是我原来用的那个东西吗？好像是。我是主要是怕给它拆了，我怎么给它？等于这个界面你没法，我还是觉得它设计的不好，你没法弄成这个界面，给它上锁定。是这个加五的这个刀，这刀的战绩是这个。掉了个紫金的四星三星，这个人是自挂东南枝是吧？我的天哪！下边还有东西吗？敵陣陥落、やったわね。どんどん行きましょう。なんだか嫌な感じがするわ。ねえ。これ太遠了。是我必须在你前面才行吗？天哪！
这个打到了，这个怪都被卡的，这是都漂移，这是什么啊？有一个防御型 build 在这儿防御吗？这刚才是什么情况？是又一个笛子啊？这就是我刚扔的那个笛子吧？这是在后边没有用吗？就是后边没有用，知道了。嗯，不是拿了个兵书吗？察觉敌人，骑术持续。气势察觉敌人都行，但这个兵攻的这两个有点没有用了。听说右边有没有怪，有点危险。其实有点打的没有耐心了，不过就是感觉我现在，因为我这是一个加血流的这么一个 build， 应该还是比较精打的。这帮人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为什么会瞄到那个人上。这个刀的跑动攻击好强啊。这个老虎是Yeah!
他是五下，我刚才那个反击打早了。那个是怎么进去？这把刀其实现在我就是整个游戏机制熟练之后，我觉得还是蛮强的。就是你需要用跑动攻击，然后很快，然后这是接一个他这个平砍的最后一段。但平常一开始我不清楚，就是这么打，就感觉这个真的是，尤其是这两下真的是好慢，真的是起手慢，但是后来快。不过这边打多了之后，发现这边可能是如果你打得更顺一点的话，就是让敌人打你，然后你去招架之后去反击。这个地儿应该是打完了，我还差一个主要的大旗子。什么玩意儿？那个旗子在这儿。我。越来越顺手了，顺手之后感觉这个刀是挺厉害。这个刀是不是它的破防能力更强啊？所以说感觉厉害。70威力45，毛是46，倒是没有。我猜可能是因为这个刀，我这么跑的攻击之后，这个攻击是可以更快的打出来，所以感觉更强一些。这是我前进方向。那个怪呢？这儿为什么什么都没有？好像原来的时候这个地是一个旗子。这是普通的攻击，就等于是这个刀的连击的时候的重击跟那个矛好像是很像，然后。
我其实又想试试有没有挤啊，有个挤，挤的炮弹攻击什么样？这有点恶心了。这个。所以这个书信是什么？安全逃出去。这个地儿，好吧。太那个，这个作战场，我只能在这儿打你是吧？这个作战场好恶心啊，而且还有个，我觉得主要是 AI 的问题，如果没有 AI 这个怪一直就是我让他来打我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刚才这个情况下这个 AI 一直追着他打我，肯定是我也要站在这个紫水里边的。那等于是现在是至少又发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虎腕。发现了那个枪还是蛮好用的，这不是枪，这是刀吧？好像是。大刀挤的木塞的不好使。枪呢？枪的木塞什么样？这个还是这个第二下就有点多余。你戳，然后再戳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木塞。这个的跑动攻击是好像这个第二下也是很奇怪。有一定 AOE， 但是总之不太喜欢。双刀什么双剑我就更不喜欢了。现在其实终于是明白了这些大斧子是什么样子。这是三段。大锤没有了，可以把大刀升一升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这个。这个我主要是这个什么铁牛入地，我感觉应该，当然可能有点太长了。我想要一个铁牛入地跟这个的招。骑术持续这个倒会。哦，这个气势威力更高，但是顺手度低了好多啊。
长按输入时，哦，不是那个转圈的那个，这是带钢铁，这个不带钢铁。先用这个吧，这个毕竟升级等级高一点。仕事しすぎも考えもんだね。那装备是哪个？哦，第一个就是。这个是加三，这个也能加。其实我现在这么想想的话，就是好像它这个游戏是非常像魂系列，就是等于是都是有递减这种 RPG 游戏。我感觉上现在是可能是你加这种，就是平常加的少的点数，可能是前几点，我不太清楚十级前还是说二十级前有递减，至少这个木属性我之前记得好像是二十级前是，我不太清楚十点前有没有递减，十点前我没有关注，至少二十点之后是出现了递减，我是注意到了。随便升吧。能看一下打了这个副任务，再打一个副任务。什么董卓军青铠？有两个，我猜这个是不是那种连续战斗的？好像是，前面直接看见 BOSS 战图标了，有点恶心啊！我来，你只有你一个吗？
这个，我的这个刚才使的这个攻击完全就没有破防啊！我还就是感觉上自己的操作非常的炫酷。这个攻击好像不会，就是不会蓄力。这边这种任务好像没有什么。哇，你要打俩。什么呀？我看不见了。稍微有点急了，刚才那个 boss， 刚才那个 boss 打的就是他的，就那个 boss 比较慢，毕竟是初期的一个 boss， 他的一些他旁边那个手的那个在地上横抡，我滚都是太早了。初期感觉上这个 boss 就至少他攻击我是看他哦，看就是没有见过，看的判断出来了，然后我滚，可能这个反应时间刚好。现在我知道他什么动作之后，我再滚就有点。滚早。妖魔に遅れを取るとは一生の不覚。救援誠に痛み。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设计的，至少是有，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加一个，就是直接让你再选一个任务。多才是什么？啊，这等于是这个 boss 也见过了，这个 boss 也见过了，这个没有见过，这个没有见过。中原逐鹿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好多，这个棒子真的就是 Neo 里边那个长枪的好多动作啊。
然后这里边的枪的动作都是好像是跟 Neo 里边的枪的动作不太一样。又一个这个，其实这两个武器的战技嘛，就感觉好像没有我想象要好使。这个是什么？阿犬，这个好像能有点用。这个升级太低了。其实我不太清楚，就是这两个战技它其实真正有多大作用，估计就先这样子吧。刚才在战斗中，至少我现在打的还不多，就是我平常的话，我就可能这边打，我就下边那个蓝槽我长多了，我发现我直接摁三角打出去攻击，就是敌人破防能力很强，然后我用这些攻击打出去之后，我感觉就是效果不好，尤其是这个之前打半天感觉。还有俩任务，这张地图我倒是好像就是当时我缺一个旗子那张图，又是这种，就是连续战斗的。这种任务打的倒是蛮舒服。就直接这么进去打了，好吧？这打什么呀？我，你像这个我。这个初次能力太变态了，这是什么？地上是溜冰的吗？都是。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，你这个我的武器反正不行，而且锁定也不好使，我只能拿这个棒子来。棒子感觉真的就是太强了，完全没有太多的就是操作因素，你直接攻击它的追踪性能跟攻击速度，就打的电脑它会一直的就是总会抢到先手。我觉得这种多人的PVP 战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抢不到先手，电脑的速度真的我就感觉上有点不太正常。我想看这些新的东西，这些没有套装，这是一个新的棒子，但是不是四星的。还剩一个，曹操，真の龍の姿を知っておられる。
崩れ天に昇る竜は口に潜んで身を隠すらしい。今日は疲れたか。我没见我的这个耐力槽。我的这个，我想打的攻击打不出来，就是我跑动的时候我。怎么回事儿？妈的，看机会可以吗？还要一走。倚天剑，这是曹操是这个剑？まさしく燃え立つ炎。その際、わしの予見をはるかにしのいだわ。英雄たるはお主とわし。天下に二人のみ波動を共に進め。开给个熊胆，可以再打一遍。真の竜の姿を知っておるか。いずれ天に昇る竜は口に潜んで身を隠すらしい。今日は疲れたか。我想，就是我想快速的跑。这游戏的就是摁摇杆跑，真的是好难受啊！哎，这是我的问题。見事、幽霊で終わるはずが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。火。その際、波動を。可以。至少就是发现了跑动攻击的一个用处。其实主要是这个游戏的跑动攻击，主要是它的键位吧，真的是不太习惯。它好多情况下，我以为我在跑，但实际上没跑起来。怎么能？
是有点难。不过这一套连招真的是速度很快，而且非常长，主要是它好处就是先给敌人硬直之后，这个攻击就能很容易蹭到之后呢，这个攻击又是有前位移的。OK， 总之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看一看新的掉落。这是一个套装的，这个兵书是有四个特殊效果，这个东西只有三个，然后它套装还算一个。这是曹操套装呢，套装的是可以觉察这个旗子。曹操居然穿的是重甲，这个剑呢？这个我猜是他刚才跳起来那个东西啊。这估计锁上，别的就没用了。就等于是我现在更喜欢这个刀了，有是吧？就是属性稍微有点不好。这两个东西，其实从这个面板的伤害倒是差的不多，但这个东西它的基础攻击力高好多，而且我的这个被动很少，我可能去。要先分解。这吉我能不能也给它锁上呢？这么多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我锁定的时候没法弄这个，好吧。这个东西它，我说怎么只有两个，它是有个套装效果的。套装效果是什么？骑术持续化解，大刀伤害，估计可能弄个大刀伤害。
这个获得量其实我有点想弄这个骑术了，这个套装效果一件套是没有发动是吗？它为什么有一件套？这个套装至少我觉得两件你才能发动所谓的套装吧，这个一件它为什么还有效果？它是没有发动还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只有穿到两件的时候，这个一件跟二件是同时发动。这个是这是庞统不对，这是董卓的那个套装是吧？哇，董卓好像还不太好刷，他这个董卓那关好长。不过我现在倒不是说就是特别的缺，而且我现在属性也不对，我加了好多的，我这个棒子应该是基础攻击力低，但是它加成加的多，这个应该是基本没怎么升这个金属性，其实我以后可以是接着升金，我之前好像是升了好多火，这能升级吗？可以，这个依然就是进行了一次递减，而且好像攻击力已经是我现在升一级它不加了，升两级才加，这个我估计这个我就这个木我就不加了。我的武器一吧，现在应该是，这是加三，这是加二。这么加吧。大概这么一个样子。再看一下还有。这个应该是都完成了第四节的东西，可以，那估计是下期可以是直接是继续我们的主线了，可以，这样这期呢就先录这儿了，也是相当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